Here comes the Blue Corner! I give you Hanjojie from Hong Kong, China! 我叫韓卓堅，來自香港，自由搏擊就好似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可以令自己變強。今次來參加真武雲 WBK 的比賽，我希望戰勝這個對手，發揮自己訓練得到的成果。来自于中国香港的韩卓堅，身高171公分，体重76斤，职业战绩25战18胜2平。我是杨云鹏，来自中国，我是拳皇国际俱乐部签约选手。我小时候受武侠片的影响，长大就走上了自由搏击的道路，现在成为自由搏击职业选手。我是第二次参加真武魂 WPK， 不管对手实力怎么样，但是我会用我的实力战胜对手。来自于中国的玉面飞龙杨云鹏，身高174公分，体重65公斤，职业战绩15战11胜。2010年河北省散打比赛56公斤级冠军，2011年香港国际武术节60公斤级亚军。有请场上裁判徐勇。冠军。李老师，这又是两个相似类型的选手。应该说呢，他们基本条件呢都是比较相近的，在比赛中呢，我们看到他是气疯对手，将遇良才。但是真正的技术发挥的时候，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志贤，我是刘婷婷 ，And I'm Joshua。现在啊，双方看到红方选手是杨云鹏，是中国第三站60公斤级冠军。赛里面这四场，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个体力能量它是否储备的比较充分，是武器决定战术，有什么的武器，有什么的条件，实行什么样一个技战术。好的，看韩卓堅确实是有备而来的，他的眼神里杀气，他现在就想拿到这个68公斤级的冠军。右肩腹部的位置，脾脏的位置，那部分也相当痛，一般是打肝脏，还是用直踹的？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是作为蓝方选手呢，他一句在进行一些主动权的控制，因为他在方面的主要是争取呢对这重心和距离方面能够有些主动。快就快点，来小花还在这个互相的挑衅，不停的用眼神，有现在也就是我们的骨骼自由的状态，也是在树大变化的高高连续的西装战术，打后手膝盖不接对，表现非常出众。这个技战术方面呢，我觉得香港选手他打的还是蛮有性格，脸上表情一直都很拽，从来没有变过。这是非常好的一个，虽然不能说扑克脸了，但是非常好的一个表情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杨颖鹏，我们的报告的单子。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很快就开始了。什么？起伏？对，头，我这边轻松，对，对。我刚才换拳的时候，其实头部的那个地方会被转换过来，就是韩卓堅也换颜色，一扫干扰对手，动作犹豫。这个作为一个冠军选手，没有表现出你的王者霸气来，我觉得挺为杨云鹏担心。但这个呢，确实是不是人力所能及的？为什么呢？如果技不如人的话呢，光是咬牙咬脸，确实不起什么作用。尽管你
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，但是越打越乱也不行。所以呢，还要靠平常的扎实的基本功，还有技战术的这种意识。啊，这个转身，小西宫来个一个后传。云南刚才表演了一个转身，这个对韩卓坚呢影响不大。那么韩卓坚现在作为一个挑战者，现在会有好，已经把这个杨宇轩锁了。如果一旦对手出现一个三角，目前从这个自由搏击比赛当中看到的状况，在这么多的自由搏击系列，这个是哪里？这个自由搏击还有什么目标？不要动他。看，刚才来的非常及时。在自由搏击是比较刚才，刚才这个西宫啊，险些造成杨云鹏的灭亡。又是这样，是啊，如果韩国人真是坚持，坚持一点，这个效果就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对方的步伐跟进呢，应该是还是非常的及时。高踢，不要让他打击。现在作为红方选手呢，现在相对说比较消极，比较被动。蓝方选手还是多点。这个下巴和头啊，再顶一下，可能受不了了。我们啊，很少看的这个最后比赛这个，然后再看一下后腿，后腿，现在是。从智商看呢，我看到红魔选手呢，显得是有些的比较勉强。但是我就觉得遗憾呀，目前他的拳法并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呀、他的技术动作恐怕还是欠点火，不然的话也没有那么多拓展。其实他有韩卓坚很有机会的。所以说心有余力不足。比赛。这回合比赛时间到，时间到了。正能量为彼此充能量。这回合的时间不多了，还有不到50秒。
这好久没踢了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中锋都要小心。在这个第三回合最后的时候，可能出现巨大的一个破绽，可能会不及。现在杨玉明明显有点被压着打了。韩卓坚，韩卓坚如果再能够忍一忍，连续的发力的话，还有不到人，全场要给。全场来来来，我这边加油。还有五十张。最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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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力了，还有不到三秒钟。看一看，还是把这个冠军逼到了这个龙泉旁边。比赛结束了，看看整个裁判是一场更加精彩的红斗赛。来自三位裁判一致判定，红方对蓝方，28-29，胜利者是蓝方选手韩。果然是这样的，韩卓坚，蓝方选手，中国香港选手占了一定的优势，他占出了2019年这五环 WBC 第三站68公里。